太登录中，又登录中，卡住了，又卡了，又登录中。等待一下，等待一下。我刚登进去，结果中文都不见了。哦，有时候会这样哎，我用手机上次登也是。中文不见是显示什么？韩文、啊？韩文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么新，这么帅气哦！我在确认登录中了。没问题 QQ 那个大家可以先加入游戏，然后试玩一下，熟悉一下环境这样子。那你现在打画面下方的那一串虚宝密码，就有三颗宝石可以拿到三颗宝石，不无小补，应该说宝石很好用了。我登录了，可以加，可以邀了，耶、yeah! 邀请你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加入吧。到了，耶、yeah, ！我们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先。等一下，读取中。完了，读取没东西。嗯，现在是歼灭哦，不是应该是爆。哎、欸，网络连线不顺畅，为什么？天哪、啊，我要疯了。有没、欸？有了，可是好像连线怪怪的。果然，刚恢复的网络。都不能信，都不能信，都感觉很有经验。现在变成一片橘色的画面了，完成了这游戏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建议大家，哎、欸，什么？画面一片橘、欸，哎，上面一片橘，我们等你啊，你慢慢处理好不好？对。真是一片那个，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现在看到画面，你这个是商店里面卖的宝物。那如果你觉得这边卖的宝物通常会比较贵，那如果你是在我们一开始就是游戏，我一开始介绍那个交易所买的话，跟玩家买通常会比较便宜，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练到十等，那交易所就开启了，那你就可以跟玩家买装备。像那个什么那个渣渣菜哦，卖掉一个超贵的东西哦，还好啦，一亿而已，想买也买不起哦，这样子。你们可以试试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跳出去了？你怎么跳出去了？哎呦，嗯，有回音是你开两个哦，我这边没听到回音呢。这又要重新登录了，天啊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我都已经电力不足了，电力不足完了。手机有电力，一边插着充电线啊。对啊，我有插着啊。会很热哦。虚宝输入在设定的输入代码。工会等我这场打完出去再讲。设定这里有没有输入代码？这里可以输入你的虚宝。嗯、就可以拿到虚宝喽。连线网络不顺畅，请重新连线。哎、欸，我也是哎、欸。你也是。这里是不是大断线啊？可能是真的，应该是。Loading 中。什么、欸？原来我只是个开头。全部网络全部都跳出来了，全部都跳出来了。再来一次啊，再要一次。听说 Low 那边也是啊。喂。噔噔。这么可怕、啊。电脑可以玩，电脑你要玩的话，你就要下载模拟器才能玩哦。等他一下，他又回到 loading 了。你们真的很不顺。也卡住了，你进去了、啊，胡球王。我在游戏里啊。下大雨。你是中华电信吗？我是啊，而且我还用3G 上网、欸，手机3G 上网，然后电脑就用。这么顺畅。电脑就对啊，电脑就是用那个宽屏哦、啊。嗯，这个是仓库啦，私人仓库，你可以把多余的东西存到仓库里面保管。你看，像这个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就保管，通通保管。保管有哎、欸，我又进去了。有啊，可以邀我看看了吧？邀了邀了，我在等你们邀我。耶、yeah ！来吧来吧来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下大雨，网络的关系。
好好，你们现在如果加五秋风好友，等我实况结束的时候，我就会去加你们好友，好不好？嗯，这一只不是我平常在玩的角色啊，我平常在玩只有十三级啊，这一只是为了要创造创工会，通通扛来的角色。什么？偷偷扛来的？竟然用偷偷扛来的角？对，我就是非法的。有回音，你可能开到两个四窗了，不然不可能有回音哦。那我开，我加个工会，清空琴，来吧，邀我兵，邀我兵，还是我邀你们，还是我邀邀你们，邀我们，好，邀我们，我看看行不行，进去了，噔噔噔。哦，我的工会邀请邀请，好了，邀请中，有吗？有了，进去了。霸王时代进来了，哈哈，拜托。凤梨妹 OK 吗？我按确认了。那就是等一下，是不是？哇，魔法攻击60%上升了。为什么这么多？你那带了什么东西？神秘药水，哈哈。超强的，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玩的话，你一定要记得等我一下，商店里面可以买药水。在加你们，商店可以买药水，然后买一些药水可以恢复啊、像我买100个购买，有药水啊、就可以喝药水。你打到没有血的时候，你就稍微按一下药水，就不会死的，比较不会死。对啊，你可能会有回音，可能是开两个萤幕吧。要关掉那个哦，嗯哼，就是对啊，关掉其中一边的声音，关掉我的，因为我随时会断线，随时会断线，来哦，可以了，都加入了，321，要开始打副本喽，哪一个？刚的 boss 吗？刚刚的 boss， 就等凤梨妹，就我们会等你，我们会等你，这一次就是你打了，我们解决 boss。让你看一眼好不好？我们让你看一眼 BOSS， 不要说打了第三场你都还没看到 BOSS， 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实在太可怜了。我在 loading。那个序号在哪里打？你按一下那个你的等级，然后按设定，里面有输入代码就可以了。有了有了，他进来了。哦，蔡秋凤出来了，冲啊！冲啊！赶快去打。好，我们在这边清小怪，王就交给你了。我马上就加速了，好快啊！来了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别打王，王直接去找王。不要在意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走错路了。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走这里。帮你清小怪，女王出巡有没有？女王出巡，完全不用打。这条路吗？开始，来，走，慢慢推，是不是？快到了，再往前走。到了，要看到王，看到王了。哪里？在哪边？有没有一只很大的啊、哦？女王哪里？女王头冠过来吗？有吗？刚刚有看到啊，怎么消失了？还没，现在没到。没有啦。没看到哦，有了，看到了。这只看完了、哦。看完了，有看到了哦，有看到了哦，可以把他打死了，拜拜。怎么这么快？你太快了啦！太神了，这招！你太快了啦，太夸张了啦！按一个按钮他就倒下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在选呐、啊，我们已经玩到第三格，是不是？确认。我们在介绍，我们刚才玩了保护歼灭对战 BOSS， 还有一个，我们来。我来再确认啊！终于，天哪、啊！我的网路，我来看一下哦。你根本是秒杀他、啊！你又折字幕出现了。我们现在来玩破坏啦，亡灵的石像破坏，这个还没玩过嘛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破坏，确定都可以。来，开始了，即将开始。为什么即将开始？不是有人还没加入吗？不是即将啊？真假的？他还没加入吗？凤梨妹加入了吗？
我还在，我刚刚打死那个王之后，我还在 loading。哦，不对啊，我们重来啦，跳跟没关系啊。等他 loading， 他搞不好一回到那边就会再过来了。搞不好他被跳出去了、欸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卡住了、啊，不是吗？就代表有人没进来啊。哦，就等他 loading。对啊，秋风本尊十三级、哦，我只有十三级而已。那我来看一下有什么技。这一只是我的分身，有没有？这只是你们哎，他进来了、啊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个就是要守塔，他们就是哎、欸，不是不是要这个要去破坏了，不是守塔，那走，来破坏哦，走，哦，就是要破坏这个塔，他大概每一个有这里有五个塔要破坏，这里有五个、哦，上面我破坏两个了，哎、欸，破坏两个了，这么快哦，拜托，你太快了吧，我选对角色了，你选对角色了啊、哦，三个。我一个都还没破坏掉，哎、欸，我破坏掉一个了，剩一个给凤梨妹啊，还有一个嘞，这里，在这里，哪里？在这边，在我这边，哦，是这个吗？这里，好，那交给凤梨妹，凤梨妹来，这个交给你哦，哎，绕圈圈，绕圈圈，我打怪，你打怪，那我打塔是不是？塔这种东西。打了，哎、欸，你不放一个魔就没了。一，哎、欸，有宝箱，快捡，来不及了。没捡到，有宝箱，没宝箱了，捡不到了，没有了，都零的。没有宝箱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都没有？因为没捡到、啊，因为没捡到啊。嗯，好啦，我们继续来打世界 BOSS 的啦，移动到种子里，我去开那个世界 BOSS 等你打好不好？这样子。比较兴奋有没有？让人比较有兴奋的感觉好不好？嗯，现在是刀小试，试完了没？来啊！世界 BOSS 是怎样打？我没打过哎、欸。我也没有啊，所以要来看一下。来，世界 BOSS 就是在外面，你可以看到一个王之坟墓，或是无尽子宫殿。那我们选择24级这个无尽子宫殿。那它这边有一个介绍嘛？那我们选扩难模式。哎、欸，不要哎。欸困难模式2到4人，英雄模式4到8人、哦，所以我们选困难模式。所以，困难模式我们来了，来。可是我看还是破坏石像，要回村吗？不用。要回村，先回村。回村。好，回去喽。我邀请你们。要回去喽。回来，邀请了。接受。接受了，我接受了。工会无法搜寻，原来。哎、欸，都进场了吗？缝里面有看到吗？我还在 loading， 每次都在 loading。我最多带三瓶药，最多带三瓶药水、啊。有，我看到无尽子宫殿。你不要讲的这么慢，好不好？东西啊！你的断句有点怪怪的，嗯。好了我们开始了，我们要玩无尽子宫殿、哦。无法连线到该待机室啊！我们开始喽，解决 BOSS 啊！世界 BOSS 吗？被丢下。世界 BOSS， 你没有进来？对啊，我刚刚确认他是无法连线到该待机室。那我们回村吗？要先跳出去，先回村。好，我放个大局。放大绝跳出去，跳出去了，再要一次吧。再来一次，再要一次，再要一次。我们看到一个人 ID 叫听说渣渣不洗澡，真的吗？渣渣你不洗澡？他试试看啊，他就讲一次啊。这有恐吓的意味哦。我再邀请你们一次啊。那 ID 在哪里？霸王时代。可是我没看到那个哎、欸，看到凤梨妹的。我的。我没有看到你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在主城哎、欸。你要跳出来哦，你先回村庄。我已经在村庄了。你已经在村庄了，那就可以邀请了。东东卡住了，那我邀吧。好，等你邀。开怎么开？我离开了。离开了。加本尊啊，你就打五秋风搜寻好不好？然后就可以加到我了。怎么开？你就进去，然后选那个
选到大地图之后有一个世界，就是皇冠的那个世界副本。